现在呢，我们要在下龙湾的高级游轮上面的晚上的活动，就是要来许愿下属，有一些给你希望加什么材料，然后把它放出来。这个很特别，是风铃，啊，还有虾。再来呢，翻炒几分钟。加一汤匙。它就是挖起。一直胶带只能加一匙哦。好，接下来大概要煎个三分钟。到底下面的单品是不是已经成型了？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的料，所以可能会比较难翻。在直播的虾子都露出来，哎，刚才我们làm cái bột nó hơi mềm nó hơi đó nên là mấy anh làm nó hơi bị chậm là cái chuẩn đi cái này nó chả sao nhiệt mà加一点装饰，再加一点沙拉，放在旁边，黄色的也拿出来，色很好看。再来，再加一点。那你可以离开了吗？你在这等了。因为快要七点了，你要赶快走开啊！